今晚六点，赞杀大国民。你高龄产妇，你40岁才生小孩，那你现在再来存，哇，你存了25年，你已经65岁了。我第二胎那个备取的时候，我都快吓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幸好运气很好，就补上去。但听说现在又几率又更难。美国加州大学做了一个最新的社会学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。他居然说呢，父母为子女负担越多的教育经费，子女在学校的表现越差。你按赞了吗？